刚刚我们讨论完以后，最后有成功和解了，对。然后我们最后金额在100万这样子，对。啊，虽然跟我之前上一次开的有稍微低一点，但就是也是斟酌到黄金，他可能也没有那个偿还的能力，然后加上我自己也是对他，其实说真的，我对他没有那么的，可能没有像社会大众对他那么的厌恶啦。我自己其实也是想要给他一个机会。今天穿衣服是不是攻壳机动队那一件？对，今天穿的就是我当天在捷运上穿的衣服。因为急诊的时候有把它剪掉，所以这些红色的部分都是那个我女朋友后来帮我重新缝上去的。是觉得有什么样的含义在里面？算是抚平了伤疤了吧，就是有点算这种感觉，对。象征事件、就是，象征事件差不多结束了。对我来说啦，对社会大众来说可能还没有结束，但对我来说，我也希望生活平静一点，对，就是不想一直走这些流程，对。然后对于被害人，我也不想要一直去给予太多的谴责，觉得这些留给法院去做谴责就好。